月色皎，寒光如夜，清风微凉。乱纷扰，如烟似起伏朝朝，醉卧云霄，只比月染你容貌。情劫难逃，如情丝缠绕。烟年少，离别风霜独寂寥。剑如鞘，莫问江湖路迢迢。眉间眼角，梦中萦绕，情微笑。少年桀骜，凭此心灼烧。你回眸轻笑，忘却世间曾几多纷扰。江山多娇，不及你的笑。只求拥你入怀抱，这一遭不负此生共逍遥。五百年前，武学至尊程千亿自创山海神功，相传能够让人突破自身极限，做到天人合一。数百年来，江湖各派为争夺山海秘籍，腥风血雨，纷争不断。为此，圣月山慕容家和建安城福家联手建立了江湖新秩序，轮流担当武林盟主。小如为了寻找身世之谜，毅然离开师门下山，却不成想竟卷入了一场诡谲的江湖漩涡之中。山海秘籍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，每卷又为三本。武林至尊程千亿乃是我的祖辈，先只因家道中落，生活所迫，不得不拿出家中祖传的山海秘籍下卷第二本清仓吐血大甩卖。不要九九八，不要六六八，只要一十八，山海秘籍带回家。别听他瞎扯，这一听啊就是江湖骗子。商务道，商务道，看来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了。我的钱袋呢？我的钱袋呢？哎，在那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哟，还回来了。这便是《山海秘籍》下卷第二本第三章节的大招——无冷却闪现，技能点不用加满，便可以飞天遁地。这么厉害？你们动脑子想想，如果我是个骗子的话，为什么不拿着钱跑路，还在这跟你们废话？来，还给你们。所以，若是哪位少侠拿到了山海秘籍，分分钟称霸武林。哎，女侠，我可找到你了。阿爹找人问过了，你手里那本的确是山海秘籍。阿爹吩咐要我带回去，我把钱给带来了，幸亏没人买。哎，谁说没人买啊？我出二十两。哎，是我先定的。我什么？你先定的？谁给钱多是谁的。就是啊。等一下，我出五十两。不是，我出一百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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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两一次。一百。一百五十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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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。一百五十两两次，三次，成交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弄来弄去还是白，让我白花一百。我的武林秘籍呀！恭喜这位少侠，即将走上人生巅峰。恭喜恭喜！啊！这花一百五十两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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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高手，我也想看。假的。
数学只求女子多娇，还真不巧我爱司马横刀。常言道泰山北斗年少不知天高，我偏要名震九霄。是谁说江湖危险都是下位藏宝，我横冲直撞不管哪一条。是谁在笑着我的天资也许不高，我走我独闯的道。左脚一跳清风绕，吹起红雨袍，我心如刀斩火烧。我不要江湖上的名号，我这才叫天地行道。告尤其别说我花儿月貌，相信你借一招教的朋友。女子凭什么名震九霄姑娘，我就凭破绝九招，无坚不摧的心法令在刀尖不怕。我师父说了不让我打架。睡着了，还是先走吧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公子。韩九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！杀！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慕容超，原来你早就怀疑我，今日故意遣开西风就是为了引我出来。不必废话了，谁派你来的？我绝对不会出卖我的主人。他竟然就是传闻中的慕容冲。床底下还有一个结巴。不必麻烦大人亲自动手，小的自己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二位不必紧张，我是来搞保洁的。我来擦拭一下床底。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，怕也不是什么君子。公子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在将来，戴面纱出门是流行的一种趋势。哎，我这还有醉仙楼花魁的签名款，我给你拿一个啊。胡说八道。西风，此间之事不可让外人知晓，不要留活口。是，现在就动手。大可不必，那个不必劳烦大人亲自动手，我马上自我了结，给两位助助兴。听他胡说，动手。
公子，公子，药药。堂堂慕容府的二公子，原来是个病娇啊！吓死宝宝了，这刚一出场差点就挂了。小茹，小茹，是我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嘘，他们来了。站住！别动！骗子！这边给我追！哇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走，走。坚持住，虫儿！你说这圣月山的房价怎么比一线大都市还贵啊？我们现在手上这点钱就够在这买个茅厕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买上大宅子呢？要不我们买个小房子？买什么小房子？要买就得买大宅子，这样才能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啊！小茹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坏人来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善良。我才不是什么好人呢，可他们都是我的小兄弟，我顺带手帮他们一下。哦，那我们还要留在这里吗？这里房价那么高，我们要不要换点什么？反派可没有撤退可言，大地方才有大生意啊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还帮贵妇小姐盯梢送信抓小三儿？我大姨大妈捉鸡找我救小猫吗？浅了，格局小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还想追画本，主角还是慕容公子吗？其实有很多粉丝期待慕容公子和富家少爷的。我们升华了，我们不出画本，我们靠知识改变命运。什么知识？动能反作用于人体力学的抛物线原理。小茹，你怎么总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？和你比，我知道了好少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以前在山上跟师傅一直是这么说话的，没想到下来以后和大家好像有点不一样。你师傅肯定是更厉害的人吧？那当然了，为了大宅子拼了，成败在此一举。盯了半日，就这家排场最大。豪车，四轮驱动啊，这是。碰瓷儿最高境界，速度要快，动作要帅。四鹏，冲出去！你个渣渣，出师不利，这不落地成盒了吗？你居然如此相向，真是老天助我！来人，带回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茹不会就这样被抓走了吧？他醒了吗？像是醒了，刚才我见他眼珠动了。
朱婉，婉儿，该起来了吧？嗯，嗯，这位夫人，我们应该有什么误会？婉儿，都是我这个做嫡母的没照顾好你。你叫什么？你是我的女儿朱婉呢。前日你下车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踩空，碰巧磕到了头，大夫说恐怕伤到了脑子，有些事情怕是会记不起来了，不过不要紧的，我们吃药慢慢养着就会好起来的。不对不对不对，那我误会大了，我叫小茹，不叫什么朱婉。还有，您看您穿这么富贵，怎么可能生出我这么寒碜的女儿啊？阿喜在。以后好好照顾小姐，多给她讲讲府里的事情。是。婉儿，你好好歇着吧，母亲明日再来看你。啊，嗯，恭送夫人。嗨，小姐姐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这儿哪儿？这里是慕容府。哪个慕容？当今武林盟主的府邸。西风，此间之事不可让外人知晓，不要留活口。我慕容冲家，我这不是千里送人头盟吗？啊，慕容府啊，果然是气势恢宏，金碧辉煌。我肚子突然有点疼，我去下茅厕。小姐如果想如厕，房间里就有公桶，需要把公桶拿到小姐面前吗？不必不必了，这就不用了。怎么把我打扮成这样了？啊！哎呦我去！难道这就是朱婉那样的？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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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得捋一捋。这老妖婆明摆着让我出演这个叫朱婉的，一定有什么阴谋。姐姐一定是来监视我的，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夫人，道长到了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，夫人。慕容夫人。师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旁边这小姐姐的武功远在我之上，我得想个计策才行。哎，小姐姐，我和你打听个事儿呗。我有几个兄弟姐妹啊？你有一个兄长，慕容伟，是前夫人所出。还有一个同年的弟弟，慕容冲，是当今夫人所出。
一个是前夫人生的，一个是现夫人生的。那我是谁生的呀？您是盟主身边的姨娘所出。那我娘呢？姨娘早年过世了。还有一事，小姐幼年因病伤了脑子，比常人稍迟钝些，寻常见到人都胆怯躲闪。小姐现在的反应过于机敏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不但是个庶出，还是个傻子，我这命运也挺坎坷的哈。这慕容府的饭不好混呐，为今之计，还是先找辙跑路。这血骨之术太过邪恶，已有百年未曾现世。此台在满月之夜吸收月之精华，以守护换血者之心脉。换血需在子时三刻之前完成，若换血中间被打扰，将会危及换血者之性命，需要有人做护法才好。我亲自护法，冲儿就是我的命，我把我的命就交给你了。这圣月山是禁地，没有我的指令，圣月门的弟子不敢擅入。开始吧。我这都不算偷，我演了这么长时间主管，我这算片酬啊。小姐姐也不过如此，一样扛不住我的迷魂烟。切，这慕容府到底多大呀？这哪儿才是个头啊？哎，什么人？站住！快点追！西风师兄，怎么回事？有贼人四闯圣月山，朝后山禁地跑去了。追！怎么办？误闯禁地，禀报夫人。去。是师兄。真是要累死我啊！早上这样，我就该听师父的话，好好修炼武功。这慕容冲家的人也太抠了吧！我偷这么点东西，派这么多人来抓我。不对啊，圣月山的人穿的不是白衣服吗？他们好像不是一伙的。哎呀，不管了，管。
管不了，这里不太平，溜了溜了。慕容夫人，大半夜慕容夫人跑到林子里来，难不成是会老情人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慕容家密码可不少啊，看来今晚又能淘到一个大宝地。这个小姐姐怎么长这么像我呀？我的天，这不是那个病娇吗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极限一换一？这到底谁换谁啊？怎么样了？经过刚才的换血之后，公子的血骨已经解了。只是这朱婉姑娘，为了我的冲儿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原来真正的朱婉在这儿，她不会……冲儿何时能醒？这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原来他抓我回来是为了顶替朱婉的。师兄，你保护冲儿。想离开这儿。这慕容夫人真是恐怖如斯啊。
我可不是什么善人啊。这要是主角死了，我以后的画本可怎么连载啊？贼人，找死！老子这个反派真是当的一点白面也没有啊！就为了救你这个病娇，老子片酬都被炸飞了！老子也不能白救你啊！兄弟，这就尴尬了啊。尽头，此心何处停留？才下眉头，却又上心头。相思苦酒，浇不熄这离愁，情难收。南山悠悠，孤影独随轻舟。月上枝头，无人可再等候。轮回倒流，重不回这山楼，已难受。红尘中爱恨苦秀，山海依旧。君不见沧海桑田，谁曾停留？放开无常的洪流，淹没曾经相守，留此生回忆也就。